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伴我的郁闷之心，伙伴的存在 Extra 关卡。开始，大家使用的是这个圣达队哦。基本上这一队稳定度很好哦，通关速度也不差。我们当然喜欢用稳定而且又快的队伍来做通关的示范，这样。百姓自从八风出的时候话讲太多，这个喉咙到家了、哦、所以大家麻烦一下啊、比较需要注意是这个 R14 错错了 R16 的那个小怪附魔，它是 CD1 的哦，所以只要你 CD1 没有过的话，基本上就无限循环了，打不完了。前面就比较简单，就不用特别解释说怎么打了，大圣基本上无脑过碾得过去就对了。你也可以先出啦，看各位的玩法。哦，边打边出也是可以的，看每个人习惯。第五关哦，强化盾哦，强化盾简单，就是做强化盾出来就好了。这个星座我故意留下来的哦。30几万的血量基本上是 OK 了。哦，最好还是做全体哦，因为做全体的话，2次全体应该就不用说了。因为做全体的话，下一回还会有强化星可以用的呀。然后这边就随便打。喝个水啊，各位等一下啊。啊，谢谢各位。下一关是限单体攻击哦。技能出好就可以冲了啊！啊，不是第九关了，不是下一关，讲错了。我没有拉到。
没关系，就先打他吧。他喜欢转，我就先打他。哦，其实这一对神魔共鸣，那个魔力召唤之后，这个攻击力 还算是蛮大的，因为我没有露娜。露娜会吃到这个谁路西法的攻击力哦，所以不要想说加进去好像没什么效果，其实加进去威力是蛮大的。超强的减伤哈，这边都这样直接带过去好了，没有差别哈。那我不打算再重出一次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这样打了。先把这只转掉，这只会转的先把它 KO 掉。越战越强筋哦，顾名思义就是要一波带走的意思哦，两波也可以啦，总之不要让他来给你补刀，多绿一些那个暗珠出来，不是暗珠啦，那个攻击珠。不喜欢听那就算了，CD 三分没差。被消掉是怎样？很故意呢哦！我看这样打，搞不好就把他锤死。真的快被我们锤死了哦！讲到两波还是一波都可以，很可怕的这一波啊，两颗新珠，差点被他搞死。这边不做攻击哦，处置。
太故意了吧？好像没有灌过去。为什么消杂猪，然后结果竹鼠猪还天降一直掉？好的，那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处理掉了哦。炸猪我先绿哦，先攻。哦，无所谓，先攻就先攻。十四关反伤25%，这个稍微小心一点。这边不要给我偏将啊！哎呦喂，吓死人啊！哎呀，哎呀喂！蛮可怕的一个 feel 啊，神天降啊，我只能说神天降。然后这个我们开露娜，我看这个攻击元一金应该是 OK 就好了。带走吧，接下来这一关算关键哦，combo数不要上去。我弄到这一次的话combo数就不要大，大于combo就可以，不要天降。好可怕。把它错开哦。因为我们要利用像这种怪物来做除息地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可以除啊，只是风险就变大。一会我们可以补3000多，所以基本上在这边除息是没有问题的。像这种就把它做到上面去，如果这样寒天降武器我只能说太强了。怎么做五连珠啊？不要不要刀下留人啊！这个是要在下一关用的。哎呀喂，这种有时候这种怕那种神天降就突然间就在这种时候出现。右边再来一个。
现在打五 combo 反而打不出来，因为右边的格子不多了，所以这个靠自己的实力哈。尽量拉哈。再一个没有，那一二应该是可以，这个就自己拉一下。看得懂吗？因为我要在上面做五 combo， 所以这边不容易摆。这个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哇，这边少一康就算了。哦，少一康就算了。这边比较难搞一点，因为你要盖这个，好，让它 1.5 倍哈，合体，哦，舍身换日，哦，敌方圈体无法心动闪回了，哦，这是比较特殊的光控场哦。那露娜的话，我就暂时先不开哈，露娜我先不开。38万，我想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有 1.5 倍的追打攻击，思考一下，一波打走，好，我们先试一波好，我三回合可以缓冲。左边那只还活着 ，shit， 这个妙了。出我意料的状况发生了哈。这时候开元一金哈。大圣离开，我怕攻击力不够 的问题。看一下这个台面的话，龙科。好，基本上一波带走应该没有问题。哦，由于我们这个露娜状态也在，这时候就要这一波就要开打击哦，把这只二连击的带走，不然这只打下去两万多，很痛啊。攻击力我就懒得算了，直接带走就好。可以切的，我们尽量把它做开，做出来会比较好。哦，197万而已哦，还 OK。哦，这样打击 1.9 倍，一波带走。哦，绰绰有余啊。哦，接下来这一关无法控，它中间还有隔一关。shit， 那我们就是在这一关做出击的动作也可以。在这边做处置，既然他留给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就用这一次处置就好了。
我咳到，咳到我肺都快出来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 做一个滤出光，出光柱的动作出来，这样尾王会快很多。对啊，反正我们都在储技嘛，对不对？要储技顺便可以立出，就是一减立狗棚啦，一减四狗，就是一次可以做两件事的意思。这个我们他说有其他地区的人听不懂我讲的方言这样。好，技能基本上都储好了，那这边就是一样在右边做五 combo 出来，是我们要光珠啊。没有光珠嘞，不给光哎。再一个。没有就要再来一次哦。尽量第五 combo 找到出口哦。刚这边转不过去我就放弃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combo 好，带走吧。其他第十九关无法控制哦，这个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有大圣的存在哦，这个直接破防把它带走了哦。哎，对，破防记得那个光柱要消到哦，要记得要消一下光柱哦。那用我们三回合，我顺便滤出一下哦。好，尾王，越战越强级，应该是越战越强精级吧。那体力越低的话，攻击力和防御力会大幅提升哦。好，基本上露娜，我看这个珠子不太够，我就直接开元婴金了。对，不太够，看着不太够，无所谓。好，蛇身花蕊开一下啊，无聊开的无所谓，妲己。基本上开不开蛇身花是无所谓。哎呀，这边没有切开，还是要切，没办法哦，这个新珠就不消了。好，一破，开龙客，很悲剧，只有七而已，完全没有天降哦。
再见吧，宝贝。K O， 好，在一阵非常强大的咳嗽声当中，我们完成了这个攻击哦 Extra 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